小 S 户口被称开炮呛网友问蠢问题。今天是一个难得的日子，因为我跟我的好姐妹已经将近2年没有见面了，而天不为零，我觉得她很辛苦，很伟大，我真的佩服她 ，and I love her so much。我来了。IPSS 小 S 和侯佩岑聚会肯定是太开心，有多喝几杯啦。先前侯佩岑泪崩谈小儿子得罕病，不停进出医院，让人心疼，却因为复工被网友碎嘴。然后我看到很多民众问说，为什么你小孩生病，你却在里面？大家的 question 可不可以再聪明一点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有点忙，所以我讲的是比较直接。那种 stupid question 可不可以不要问？你不要再帮了。奇怪，我是民众。民众谁？林太太还是陈先生？怎么样？你对我很不爽吗？我只是说，我们人类不要再互相攻击，我们人类应该是要互相鼓励。就像我看到佩岑这么努力，然后还想到他自己是一个艺人的身份，他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，然后推他的公益有声书，他上节目还要被人家质疑，我就觉得 I'm so proud of her。不会有任何。现在就是因为节目接近尾声了，我们要来接近尾声了，是不是？要不要来唱？要不要来唱一首什么歌？来一首。啊，谢了你的了解，你当我新歌，你当我新歌，你当 Q。哇塞，最近最红的歌是什么啊？Do you know any English song?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